过去标榜着限制级线上游戏而闻名的 MMORPG A3， 现在要在手机上以 A3 仍然活着之名重新复出啦。游戏初期将会有五种职业让玩家们选择，分别有弓箭手、守护者、剑士、法师跟刺客。这一次游戏主打 MMO 融合 PVP 模式的玩法，也将包含时下流行的大逃杀模式。玩家将能够组织三人团队，参加30人的大逃杀新玩法，利用各种武器、技能组合以及团队间的合作搭配，来抢下最后的胜利。过去的 A3 玩家们仍然活着的话，就一起组队再上吧。